壳，月亮贝的壳，这是一个。哟，都是壳，这应该也是个壳吧？是，这是一个。这一般都在这种离水特别近的这个沙滩里，好像真冷呀，水里一个。这个藏的深呀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个壳有啥？活的，嘴里的小，没上面那么大，好像。壳呀，这个，这个呢？哟，这个好像死了，冻死了，口都有点张开了，死了不要。哎呦我的壳，哎呦这头好像那条，出来还得用这个网。老远好像看见，不知道是不是。这水里好像不太好找壳。还有一个文蛤的壳，这种扁文蛤，啥呀？那个是个啥螺？这底下水又太深了，这根本都下不去了，水太深。稍微洗一下。